老板，我又来抽斗罗大陆金币了。嗯，有人抽走大号币了，看起来好像还是两个稀有色。那么今天再来抽10块钱呢，我要抽大号青铜币，发起进攻。不是吧，出师不利呀、啊、不过好像是我们没有的天字。接着来，哇塞，54号，这么容易一枚金币到手。继续，是个小粘贴。哇塞哇塞，4号，我竟然抽到了，是枚金色的，不是我想要的青铜币啊。看来革命尚未成功，任重而道远啊。唐三小五，青铜币青铜币青铜币，哎，已经抽了10个了，全是小奖。勇敢牛牛不怕困难，不知不觉已经抽了16个了，大号币只抽到了刚刚那一枚。拿着奖券找老板换奖去。17号，59号，64号，不会吧，奖券上的64号金币竟然只到63号，好空啊。一共抽到了6枚币，嗯，怎么好像全是小五啊。有1枚唐三，但这个唐三我们不是也有过了吗。收拾下地上的垃圾，青铜币，你给我等着。哎，既然抽不到我喜欢的青铜币，那就来抽几个斗罗大陆的卡包吧，正好凑20块钱呢。上来就是一张 SR 的奥斯卡，剩下的全是R卡，再来一包。抽了4包，一个好卡都没有，还不如金币呢。拿着今天的战利品回家啦，先把金币放到盒子里。集字卡我们已经收集到了3个字，还差糖和品2个字就可以兑换20元啦。收好，最后把今天抽到的卡片放到收集册里，对照上面的编号找到对应的位置。 DLSR， 嗯，竟然没有，需要收集的好像都是些小号卡，我们抽到的好像全是大号。那朋友们，你们说我要不要把它们都放进去呀、啊？